近日，一则鱼儿碗中挣扎的视频在网上流传。视频中几名食客就餐时，一条处理过的鱼儿先是在餐桌上的碗中挣扎不止，随后更是上演鱼坚强的一幕。这条鱼当场一个翻身动作跳到了餐桌上，现场食客也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。有网友为这条鱼配内心独白称：“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。”